不用你在这指责我，你也没有权利。我再也不是那个你说一句难看我就把所有衣服压箱底的那个苏暖暖了。我问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下午去公司你人也见不着，现在连高中生都不放过了是吗？喂，我大学生好吗？谁呀你？我不需要你来指责我，我有我自己的生活，我也有我自己的朋友。你的生活就是穿得像个舞女，搞个杀马特造型，这就是你的生活。你妈看见了吗？喂，你说什么了？你有礼貌吗，大哥？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怎么样，好看吗？好看什么啊？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赶紧回去洗掉。小屁孩，闪一边去！喂，谁小屁孩啊？我二十了，你知道吗？幼林，你谁呀你？你别管。走，妈妈。徐灿，我想穿什么我就穿什么，我想做什么样的造型我就做什么样的造型，跟别人没有关系，跟你更没有关系。不用你在这指责我，你也没有权利。我再也不是那个你说一句难看我就把所有衣服压箱底的那个苏暖暖了。暖暖，幼林，我们走。我告诉你啊，别再缠着暖暖，等我见一次打你一次。你说吧。其实你真的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你也根本不用小心翼翼地活着，你可以去爱你想爱的人，做你想做的事，因为你值得。而且我相信好运一定会降临的。好运会降临的。对了，这么晚了，楼下也没有车，我们怎么回去啊？那就不回去了呗。